这一堆小熊猫它可真闹心呢，那可爱是挺可爱，哎，就是太粘人了。你俩哎走，给我消停点啊，别跟着我了，小心一会儿给你俩喂肘子。这老美人又上哪消法去了，怎么都不吱声了呢？让我试试骂美人一句，他能不能听着。美人大胖子，还真没听见，谁想救命啊？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，咋的了？又做什么事儿了？我迷路了。你咋还迷路了呢？这不应该是我的词儿吗？你暂时别动啊，等一下我马上来。哎，你来的还挺快的。你管这叫迷路啊？那这点道都恨不得卡跟都到家了。咋那么厉害呢？你卡一个我看看。我带你去工地打工吧，我看你挺会杠的。等等，你先站住，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什么来着？美人大胖子。没有，我说你啥了？我也没听太清，就听见你喊我了。那可能是我刚才找不到你，叫你名字来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别去美人那边告密啊，让他知道我可就废了。那行吧，我回楼上睡觉了。哎，美人呐，你楼上装修的咋样了呀？我能去看看不？那今天破例一次让你上来吧，只准一次啊，而且你的手别老乱动我东西。哎，好嘞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这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啊，这做的也不咋体，一点档次都没有。哎呀，美人呐，你整的太棒了，我的装修跟你比呀，连你小脚趾豆都比不上啊。这没我整好呢，我要好弄了指定比你强。哎，美人好像卡了，打了一下赶紧跑。哎嘿嘿嘿嘿嘿。